干，我要跳槽到隔壁可不可了？对面可不可看起来屌一点？跳槽了，已经快到喽，等不下去了，等不下去了。好臭！客人来这边把垃圾拿出去丢，用抹布擦干地板帮客人点单。啊，鸡掰啦！他妈刚上班就弄成这样子，晚班谁啦？干你哪嘞！操鸡掰，晚班他妈不用他妈整理的、啊，干妹妹整理就下班杀小啦。你啊嘞！刚上班呢？干离职啦，不爽了啦！去隔壁夹娃娃的吧，隔壁夹纸人听说有没啊？感觉就直接隔壁夹娃娃呢。先躲冰柜休息吧。看，先躲冰柜休息，先躲冰柜休息，受不了。来，欢迎光临。装茶加冰块加糖，封膜缺一不可。先拿去雪克杯，珍珠绿茶少冰半糖。这绿色一看就知道是绿茶。在地饮食，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啊！加糖，可能用倒的呢，喝那么甜，可以用手吗？行不行？靠杯啊！干！哦，操鸡掰啦！掐倒啊啦！手操啊啦！你啊嘞！手操啊！嘿！怎么给他、啊？丢出去，70分呢？用笔电购买茶叶，这是麻吧？珍珠奶茶为糖为冰，离职好了，这工作谁来做谁做，离职好了，离职回家开直播啦。啊，牛奶嘞，谁啊？已经快到喽，等不下去了，等你啊，等不下去。为什么一按不动啊？干坏了啦，这游戏！哎，不知道为什么撕不开包装。干，我要跳槽到隔壁可不可了？对面可不可看起来屌一点？跳槽了，没料老到就很烂啦、啊。不用看，关店了，收摊，买什么买啊？妈的嘞！多踹他两脚，操鸡掰！妈的，他妈叫什么饮料？不知道他已经有水啦、啊。难怪黑老大会打，他都请我这种的、啊，嘿嘿嘿，那种撕不开啦，还是已经漏光了，再买一次。那是绿茶，干有道理耶，靠腰，不然为什么这个衣服进去啦？还是我刚刚对错了？再重新开始哦、喔，我把店门关了啦。好亏，直接黑老大上班没有照 SOP 走 ，SOP 是啥小啦？干拎你妈的，感觉不能用手捞哎、欸，哦，用这个汤子捞太慢了啦。3颗星也不错啦，拎啥回啊？
珍珠红茶去冰无糖，这个简单，这个简单，这就是红茶。干爷，干你娘哦！谁帮人抹布啦？我才刚煮好一壶，他妈的又问碗。啊！我的珍珠，啊！我的糖跟珍珠都没了。那怎么办？在地上捡呢，拍子珍珠卖完了，这个红茶将就点了，哎，四颗星呢？啊，我四颗星啊，怎么样？为什么不能一了啦？不能一呢？不能一啦！刚煮超大一锅哎，哎，卖两杯饮料材料直接用光，干不爽了啦！那为什么没有糖又不能一啦？干这游做游戏的是谁啦？这样去掉好大应征，这别征手那么多包，我要怎么回？干说生意特好。哎、欸！啊，我的珍珠打翻了！啊，烦死啦！看你到底在排什么队啦，你娘嘞！操鸡掰，到底在排什么队啊？啊，好啦，现在又没啦。再煮一次，再煮一次，再煮一次，最后一次。哎、欸，啊，货运都不送来了，还知道明天才会来，那先睡啦。好吗？那我也来睡啦。很好啊，快睡。现在才中午。哇，不能那个了。哦，干好燥哦，到底什么东西啊？妈的，傻小啦！我是在冰块上面跳舞啦！你啊，有种来拍啊！操，检举我啊！直接在桌子上跳舞怎么样？你们直接他妈站在锅子上啦！哎，怎么办啦？又要重来了啦，烦死了！我的本月优良员工，感觉模范劳工哎、欸，哦。气息都没啊，你啊，不是啊，根本没有起司啊，什么都不行用 ，bug 一大堆，试营运即将结束，我只卖两杯饮料，哎，怎么办？正式开业 ，A B C， 感觉 A，